杨梅什么时候成熟？由于杨梅的品种和地域的不同，所以各地区杨梅的成熟时间也不尽相同。但南方杨梅的成熟时间一般在五月份，北方杨梅的成熟时间一般在七月份。杨梅多呈酸性，富含维生素、纤维素和矿物质。食用杨梅有助于肠胃的消化，也有利于机体排便排毒。但是杨梅也不能多吃，不然容易上火，而且牙齿不好的人会损伤牙齿，吃后也要记得及时刷牙。杨梅味道酸甜适中，既可直接食用，又可加工成杨梅干、酱、蜜饯等，还可酿酒。